爱的游客朋友们，丁路面。来，哪种菜？面都。这个太干了，你这个味道好难看。保暖重要的，脚滑次要的。这儿。三二一。哇塞，好，知道可以。三二一。别想我们。导游给他撵走了，跟那四口人夹咱这儿。哎呀，给人！明天不能再走了啊！